哥，你干嘛？哥想吃啤酒鸭了，你能不能做？哥，这鸭子拿来清蒸好吗？啤酒鸭我还没做过。赶紧做，做好了哥给你找个对象。行，哥，你帮我把火烧一下。好。好了，叫我。就心愿找准一个同心圆，让所有期待回来都不慌。陈家不烧香，不香不要酒。老叔，清洗一下。越长大越孤单。蒜香，倒入鸭子。倒入82年的啤酒。酱油、蚝油、排骨酱、盐巴、味精，加入山泉水，加入大料，盖上锅盖焖4分钟。大家记得给个小爱心哦。放入黑胡椒，起锅。哥，吃饭了。来了，来了。肯定，你确定你没听过吗？哥，我真的是第一次。说句话，我知道。哥，找对象那事你给我操心一点。老妹，你也没什么要求，没什么要求的话，直接评论区给你拉一个。哥，你看着办就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。